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va， 又嚟到新一集嘅新货推介。事不宜迟，我哋即刻嚟睇下今个星期又有啲咩新货啦。首先我哋嚟讲下 Vanquish 嘅1:10 Optic Yokohama 四驱 RTR 架构越野车先。它採用了 H10 底盤，設計靈感來自越野車，對稱的兩座設計保持狹窄的闊度，容易繞過障礙物。而 H10 Hydro 前軸轉向系統，外觀和性能並重，模擬越野車的雙端逆壓缸轉向系統，採用隱藏在軸後的雙保，轉向系統和底盤分開。前軸使用了三件式充頭，同 S10 相比，闊度增加了 0.6 英寸，穩定度更加高，而且配置了 Yokohama 官方授權的 Geolander MT 4.75 寸高輪胎，提供出色的性能，陪你應對任何的地形。喜歡玩越野車的車友絕對值得擁有。然後我們就來講下 Atomic 的 B-Set5 1:27 皮帶全動四驅平路房車。 B-Set5 配備了全新的 Buckhead 以及系摩打座，更長的前臂和新的轉向節，整體可以提高穩定性和更加多的中拐角轉向，啱就係中意玩小型遙控車嘅車友。最後係 J Concept 多款嘅新車殼到貨，分別有大陸車、越野車同埋 Team Associated RC 10B7 適用嘅透明車殼。有興趣嘅話，可以上我哋嘅網站度慢慢揀。咁今集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先啦。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